说，在寻风格犀利、经常问来宾招架不住的话题，卡拉成员 Nico 上节目宣传受了活动。在聊到卡拉是否还会一起回归时，卓在寻毒舌吐槽卡拉都是大神了，你们回归要干嘛？还有卡拉都过气了，新歌根本没水花吧？这些言论让卡拉粉丝们都非常不满，也在韩国论坛引起讨论。外媒认为卓在寻为了节目效果乱讲话，故意想要激怒 Nico。不过 Nico 也知道他是在做效果，所以反应不大。而粉丝们则是直言，卡拉重聚回归的成绩非常好，也很感人。很多歌迷也都在期待成员们有空的时候可以短暂完整体活动，很讨厌卓在勋主持风格，不好笑也不尊重来宾。